孩子们一定陪我三年了，就是从他们很稚嫩到能走进考场，真的希望他们能考出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，很激动也很替他们高兴，终于圆梦这一天。觉得孩子们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，就是看考生都进去然后开始答卷了，我们这心也应该开始稳了啊。对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，我想为学子们助力，为我的大侄女助力，希望他们能够开班红，旗开得胜，祝孩子旗开得胜，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吧，考的都会，答的都对，然后争取能圆梦今天，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，加油。